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干脆直接把对话记录换过去跟他们说啊？我直接下去讲。对啊，反星 bug。哎、欸嗯，我刚刚、欸、他们是头杠杠，可是我冲到你们家的时候变间谍，为什么？没、欸，嗯，因为感觉有点 bug 啊，就直接说啊，你是吗？我是啊。然后明明是投杠杠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还没投啊。因为他刚刚显示是写说票数最高是你们四个人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投票系统有 bug。哦，我上去讲一下。嗯，我强。哎，他是说我们四个都是票数最高的。哦啊，四个都是票数最高的。对，所以投谁都是间谍。哎，我们四个里面，哦、反正投到的间谍一定会去对面。什么意思？不懂。我是间谍啊。不是，你是间谍。我说你的投票什么意思？嗯，大家都是最高分。什么意思？可是我刚刚有点杠杠啊。对啊，所以他是显示说我们四个人都是最高分。所以这是 bug 的意思。对 bug， 然后所以才会在那个。哦、所以你可以过去了。嗯。就当点名点到了。其实第二天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也是可以把你叫一下。你又知道、啊，搞不好我不是啊！我来了，你为什么要偷我中介珍珠？我还演得那么像，我恨你！你演超像的哦。那繁星，你觉得哈记如何？哈记如何？我觉得哈记不是，哈记不是。嗯，你们刚投谁了吗？还没有投，我刚没有投，讨论太久了。嗯。以我认识哈记，他不会这样子搞，他只是想演间谍而已。就是啊，我们这一队的全部的奴隶都是我生的，连第三阶都是。哇塞，这一生还有300多，你一定不是巧克力，你是谁？你只会生一跟二啊，阿三怎么可能会是你？我很有钱，我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我真的很好。哦，我们刚刚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我们鸡同鸭讲了一下，就是汪汪问说，他意思是问说中间要什么东西才能挖，然后我们、嗯、因为他那时候才刚十块钱，我们就说，嗯，十块就可以挖了，铁镐就可以挖啦，我们意思是金矿，他马上冲下去挖。中间的不就是十块钱就可以了，铁镐就可以？没有、啊、没有、啊。要钻石镐才能挖吧？要钻镐。哇塞！哇塞！一点都不如啊！哇塞！巧克力有问题。啊、中间有这么难挖哦？有。中间、啊、那个挖、哦、那个铁的挖不掉。哦对，所以我每次都要看到钻镐。哦对对对。好。要投谁知道了？脑袋打结。哇塞！有，每次都是我挖的，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习惯性动作，没有在思考手上拿了什么镐，好吧？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要白天就投二零，可是晚上一分钟时间很短呢、欸，我们就赶快票啊！如果真的不是二零、哦，我们第三天都还可以扣着。所以你们第一天没有投。第一天没投到，完蛋了！一拳你完蛋了，不是一拳，对不起，一拳你完蛋了，一拳你完蛋了。不会啊，因为现在你间谍如果现身的话，我们可以马上投，对不对？二零，对呢，感觉就是抵制你的、啊，有三次的投票机会嘛。啊，第一天我们浪费了，所以我们还有两次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，所以就是一个。就是一个，如果你是间谍，你要想办法让那个投票，比方说第二天就让大家赶快再迅速投一波。嗯，可是我觉得很难，真的很难。现在间谍真的很做的能做的事很少，好不好？可是现在就是要一个盯一个、欸，有没有？你说，哎、欸，巧克力去对面，这样子。哎哎、欸欸，话说中间的那个有挖吗？挖掉，我刚刚看到 ID 下去了。哎呀，刚因为太混乱了，没挖到。哦，对，隐约在干大事哦。啊啊！被偷袭！你是不是在炸直升机啊？哦，我刚才想去下面偷炸他们国王，可是被发现了。二零，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啊？二零，我知道了啦。怎么了？你在弄 bug 是不是？你可以把我送回去，我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就回头就说奇怪，明明不是这里，系统问题。对啊，哎，奇怪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哦，对，我刚刚是，被时间暂停了。啊、他们这样很可怜，就三个人。他们很安全呢、欸。我已经弄好装备了，我要去破坏他们了。好行。破坏他们。哎、欸，他们没有发光哦。没有了。我们地表有人吗？哦，我们什么时候有发光？难怪我被发现。很久了。现在你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买个发光，让他们发一下。我的发光还没好。关系交给我，来抓他们汪汪的位置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嗨，嗨，来来来，你们在做做、那個、发一个发一个世界奇观。他隐约正在，我刚刚因为你们俩跑来打我的时候，就喊说快点，他们来啦，是刚刚。然后音乐就放下手边工作来救我。刚刚手上有那个炸弹哦。喂。哇，我没有斧头。哦，你这队好安静哦。炸得到我啊，刚刚。刚刚。超安静的。对啊。但是我们要吵一点。一点都不嗨，我们那我刚刚那边超嗨的哎、欸。还行啊，哦，上次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一直炸、啊？为什么？刚刚啊，那个刚刚他过来轰炸一波，没事没事。哎呦呦，还有弓，还有附魔弓，强力二的，有人要吗？哦，刚刚一直在附弓啊。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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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区区二而已，不要，我要给繁星。嗯，好吧，因为你一定是好人。我是间谍中的间谍，我是对面派来的间谍。不是，而且你，哎、欸，你跑过他们家吗？还是你在我们家？我在你们家，我在我们家。太间谍了，分不清的。乐不思蜀。啊，我们去狩猎汪汪啊！汪汪买无敌哦、欸，我只能提供这个线索了，目前知道的。我在射他们脚脚，射脚脚，射脚脚。呜、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换个角度想，哦、你们刚刚投票的话，也可以四个都投对啊、欸，有没有？四个都投对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们随便投一个，就算是 A， 你脚下有黄金。那现在是那个 bug 应该他修好了吧？哎，还在修一下。A 圈，哦，你还在修。啊你的脚下有黄金，这个二零一定会修好。我想要给你挖，我现在钱比较多。哦，好。因为二零需要保护自己，对不对？我是你派过去的坏人。啊不！我在看我黄金装哦。喂，我有挖痛了，挖痛了，赶快补起来，吓死我了。再来一下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喂。我射不到，哇、欸！居然，我没看到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他们家下面，我已经逃离了。然后就刚刚还，完全我把他杀回来，我有个无敌。他想换装备，不准！不，我失手了。完全我现在没有发光，说不定可以杀回来。嗯，我们都没有。我石膏快要爆炸了。没关系，你可以获得那什么？喂，那个职业命啊、哦！对对对对对。哎哎哎哎跑！哎、欸，而且我们刚刚发现一个 bug， 就是什么 bug？ 为什么旱灾牛排会不见？什么牛排不见？旱灾啊！因为旱灾是地表干枯之类的啊，怎么跟牛排一样？不合理，对啊，还是牛饿死了，草枯了啊，对，草枯，他们可以吃饲料啊。这里面有饲料，一直都这样啊。牛是在青青草原上面奔驰的，就是不吃饲料、哎，他们也会吃牛肉哎、欸。
QQQQQ， 你知道吗？牛在很饿很饿的情况下会吃同伴。它不是草食动物吗？对啊，它是草食。你不要骗我们哦！没有真的啊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！蜗牛在出生之前会先吃掉自己身边的亲兄妹。那是蜗牛，不是牛。牛啊！别人你真的，不要长老当。没有漏洞啊！你刚刚的漏洞害我现实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可以多玩一下子，你要补偿我。人家有没有有人一起去攻他们？他们就只剩三个人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物资好了，我要去了。为什么他看到我？你中介珍珠丢完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死掉了。我就刚刚被那刚刚炸到、啊。我也差不多可以上去了。带我上去吧。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上去。应该在后面吧。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贴着左边墙壁走。因为这个应该都 是迷宫啊，应该都是哈记的挖法。你走就对了，哈西，我看到你摔到了。牛牛，你身上的东西我可以捡。有没有？这就是哈基的路。有，还是我再挖个100下走了，拿个劳碌命。好、啊，你拿你拿，注意安全哦。好，有事我会叫的，没关系。你叫我来不及。哎、欸，对面。喂、欸，哎、欸，他不让你劳碌命。他不让你劳。弄他们。也刚好修好。也刚好修好。刚好修好。是哦，所以那个20我们可以投你了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好啊！哎、欸，我炸到，我炸到，我炸到了！阿进，你的地雷炸成功了，那、啊、碎啦！给他捡回去了，看看有办法再炸一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那边有屏障呢？扔到草上了吗？有可能扔到草、哦，哇哦！有两格高的草会扔到，太烂了吧！你要牛排吗？喂，哦，我埋了，那地雷我全部都埋了，看有没有机会再炸一波。哎、欸，有，中了。刚说完就炸成功了。哦、欸，还好我什么都没买。再拿一次。什么声音？我爱发光。哦。喂，你有发光吗？哦，有。哦，喂。哎哎哎哎，有有有，那个中介珍珠我运到中间下面了，我就把它捡回来。哎、欸，我有职业命了，恭喜你！有这么开心吗？台湾老公，我们国王就是个劳碌命。嗯。嘿，好，至少中介珍珠。拿回来了，中间都还没有人挖哎、欸，对呢，绿绿的，这什么？为什么国王你都一堆全部挖？嗯，你要养我们吗？好啊，他说我们比较会玩，不要先给我挖。挖地表，地堡，地堡，啊，国王都在养我们，地堡嘞？诶，请问一下，如果稿子爆，我是不是就再也没有稿子了？有，对，你可以去死一死。他是国王哎、欸！有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知道谁是间谍了。你领那个10块钱，你有5块钱就可以去买那个补给包。他不小心把心声透露出来了。一直都是这样子。我会夸奖。杂货商人，杂货商人。哦、oh.。有吗？有吗？有有有。他给你连衣服都会给。好。有吗？哦，战斗补给包我找到了。没错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做什么做什么？谁炸？谁炸？投哈基！赶快投！赶快投！赶快投！我没有投啦！光死掉了！死掉了！哈基！你看。反正我就说他今天很奇怪，很不，我就